刮什么？好运旺来。好运旺来，你选几张？一张。弟弟，你选几张？这个发财给我刮的。还有一个恭喜发财。这个、给妈妈给我刮的。好，所以今天买四张100块，一张200块的。哎，所以四种都是不一样的啊！我看。对啊。四种都不一样的，而且我可以总共四张哦。你让我拍完，你再玩好吗？来，还那为什么还少一张？一二三四，哦，五张，好，总共500，看我们今天能赢多少，好吗？可以当我小猴子可。好，开始。那我先刮这个幸运号码是上面的。对，好运旺来是吗？上面。可以当我小你那个幸运号码多的是，就小你那个大幸运。要重复讲几遍啊？幸运号码是9跟5啦，9跟6，哦，9跟6，好，96，拜托拜托，96，拜拜拜拜拜拜西瓜头，我不是，我不是白鸡鸡，5也不是，2，拜托不要低，拜托不要利落，3，拜托不要利落，利落不要利落，8，利落，利落就是零的意思。没了，这张共估了。共估了，没关系，还有一个。共估了，还有哪？好，这个是恭喜发财。这个，你的号码在这边。有10次中奖机会。幸运号码。对，左边跟右边如果一样就可以了。先把幸运号码刮出来。任一个你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就中喽。只要刮先刮你的号码，没关系。你说只要有一个数字正就可以了。嗯，这个也是哦、喔，是吗？反正左右两边有对上一个就有了。34333。所以是其中两个对称就好了。对。再刮，再刮，这个也是哦、喔，是吗？对啊，都是啊。这个，这个，这样，对对，都刮，都刮。我看你刮的好悲伤。而且不要这样用力刮。我看我的号码，25，还有30些，25，而且不要说你。不知道你的那个分隔线条在哪？33、25，这个等一下再刮进去。35，再刮。这是兔子这边也可以刮。兔子的，而且刚才你那里兔子的脸还可以刮。好，来看一下吧，妈妈看一下她的幸运数字有哪些。这自己3，这么多，没有。你看她这只有三四三四，对，只有这3个是幸运，33、34、30，然后其他的看后面有没有。33，然后没有。哇，所以中200哦。对啊。OK。耶，再来一次。35，只有吗？好 ，OK。好，换要换弟弟刮，那你们去换吧，那200块再拿去换。好，弟弟开吧。我先刮这边，这边怎样？我要刮，弟弟刮好像他是看有没有连线呢、啊？星星，刮到一张连线。就是他旁边有一样。下面吧，下面刮开啦。我要先刮上面。下面刮开有数字，再把上面的涂掉啦。我想要先刮什么意思？是下面看到几，然后有13个图。哦，那所以上面根本就不用刮的意思。下面要先刮。好好好，刮下面来，好了，可以刮下面了。OK。我们先不想转的方式。随便你。第一个是什么？25，看来挺。上面有25吗？
二十五、二十，上面有吗？二十都没有。二十七，二十七有哦，二十七有哦。二十七，二十七要跟我们要的是十三这些。快刮！十六，二十六，十五，二六没有，十五有哦，十也有哦，看有没有十八。爸爸，你看，看有没有十八？我看一下，爸爸，你看我画的。你再刮，把它刮完来。十五，十五，十五没有用，哎，十五没有用啊！再刮，再刮，你把它刮完了，快点，刮干净来。都刮干净，这里有个十五。好，十九，十七、十五、十九，没有啊，要有八，要有八，快点刮完来，刮完再来慢慢对没？哎呦，来，妈妈帮把剩下刮一刮啦。我要自己。你不好刮、啊。另外一边，转个方式。好，来，我看，我看，来，我帮你看。看看，来来来，二五二十二一十二十，二五没有，二五没有，二十没有，十也没有，十有，十十九，十十九，没有六，十没有六，十五有，十五十七，但是没有八，十九，有二七有二七二七十九八也没有八。所以关键的都没有啊，所以应该是共估了。那我只有中200块。对，你中200块，所以刮完了、喔。还有一个。好，赶快再来刮。好，慢慢你这个拿去对。加油加油，看这可不可以刮。好，这个我跟你讲是这样刮，这个你的萝卜再刮这个萝卜对手，然后赢的话就有奖金。来，从这边开始刮，一二三，刮过来。所以要先刮这个。你是二十六，好，对手看对手萝卜是多少？二十八，输了，没了。好，下一个。如果可以刮啦。如果我们的萝卜很强，如果我们技巧很强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中了。对，你赶快刮。第二条。第二条，看这个。这个好，二十，你是二十，看对手，二十三，你又输了，再来下一条，完蛋了，好难，先看我自己，二十四，二十四，好，再下一条，二十五还是输，再下一条，为什么每次都这么难？最后第二个，拜托呀！十七，你是十七，拜托。对手是十九，还是输？再下一个，最后一个了。气死！拜托，一定要中。爸爸，你看我画的。你十四，越来越小。爸爸，你看我画的。好，十四，再来，对手是多少？十五，输了，全输。全部输。嗯，这周还是中，好吧。好，那弟弟你结尾吧。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